谢谢你抖内啊，谢谢你抖内。河北冲过来，来，五百块人来咯，五百五百，大车啊，大车无人来，我摆你落啊，看你有人来无？无人来哦，无人来哦，一杯，来两杯，来三杯，看来五百有人来无？给几回啊别搁等啊啦，这套就有人袂遐俗，来两尾四尾，同款啦，你要较侪尾来啦，两尾来500块人啊，来500，还是这台500，无人来啦，无人来啦，多利鱼啦，多利鱼无骨无刺的，大人囡仔食拢免惊插着，火锅店铁板烧拢有人利用的，一包偌济人卖一包百八，两包300-300，35有人来话，200有两包。两包250，来两包，来一边来，多利鱼来200-200，超前排，来一边两包回来，过来，来够无？够人来无？来两包，一边来，多轻一点，多轻一点，来够人来无？来两包，无来啊？还没开啊？还没开啊？无人来。两位人客，一人100块，来过来了，过来了，啊！来，我100块，搁问看卖哦。谢谢店家，你要懂内哈，谢谢。来了。哎，多多早，大家早。来100块，来我，来100块一边来。今天让你们看到很恐怖的场面。今天让你们看到超恐怖的场面。哎，这边吃看卖，无吃过，买吃看卖，这样好吃。来一包，来一边来。别走啊！我带落来啦。来。来一包，来一包来。哎，你先走好了。走来了吧？香啊！香啊！100块李登辉叫卖，他不是李登辉吧？他有笑卖了，来五百块有人来无？他是大番薯，一尾唔免一百，黄鱼，一尾唔免一百，有人来无？500，才6尾啦，6尾无人来吼，看要打我鸡吼？无啦，排你倒啊，500块啦，那无人来我就一项甲排你啦吼。要再清，大家再上来清一波，试试看。干么子啊？以为他有想了一下，他想了一下，要后面的他准备要把它卖光试试看。信宏准备想要把它卖光试试看。我问者，你最近要讲这鱿鱼头？人讲食肉食了，就食头上脆啊！你包一公斤，等于炒三杯，无八块了，无八块的，等于炒三杯，炒三块炒青菜，哦，炒大肠啊，炒四块啊，你欢喜就过分用钱嘛，好食，串汤也可以。爱食啥？我问者，一包花你买咩？我开你150，一包150，两包有偌济？300，2包300，2包300，我问者，2包300，2包200了，200块，2包300，200块，我叫你200块就好了。200，
斤啊！200块三包，四包。三包十五斤啊！200，100不卖，好价啦。100不卖。100块的无你卖啦吼，别单100，没单。没有赚钱。没钱的东西要你赶快买一买，我要回家了来。应该不会卖品牌，应该不会。200块，200。这我卖2包、150、300。是啊。听好无？你只要你吃，你若阁唔买我，我讲200块，200，200一盖，200。你有要买鱼来？无买鱼仔，野手。无买鱼仔，紧点菜啦，无要收啊啦。杨友明，你老公来了。OK。哎，杨友明的老公对不对？你是杨友明的老公吗？不是，不是啊。杨友明，你老公来了吗？直接拿一箱哎、欸，这是三点蟹一箱，直接拿一箱。这要减1000块先卖嘞，1000块，1000块，有人敢买啊？没人敢吃。不止1000而已啊。1000块，1000块。有只拢我起500块，500块。500，拢来。500有人爱无？500。螃蟹拢我起500块。这里大概已经有2年半没有到11点了。他说要收锅喽。老姨，过来买无？老姨，哎，不要只吃三只好。再来啦，有两锅吧 ？OK 啦。锅巴。没啊。要包的。
车吧。哦。香油来袂无？无好啦，剩了几个好。200块。香鱼呢？都没穿。香鱼呢？两百。来加。那是什么呢？嗯？你收买多少？18。你说什么？香鱼啊。香鱼。正你看啦，你包不了卖吗？香鱼200块，我要买香鱼200了。太啰嗦了。好啦，我来。哇，我好久没有，我是好久没有。对 ，Judy 还有最后一箱。来，上几位吧。还有谁要虾子吗？还有人要虾子吗？最后一个沙包，人来无？最后一个沙包，人来无？200块，最后一个200。200。他收了没？来，你都还没？我等你收，我才要收。都还有人要买，就让他卖完呗。都还有人卖啊，还买啊？不然就不讲了，是吗？我踩开不了。龟头人来无？踩开不了，你踩完停位。你要几盘来啊？200。靠腰。200无哦。一盘200。100了啦。靠腰起笑。太夸张了。可以当小坑呐。可以讲棒球啊。袂得。可以当你棒球讲棒球啊。我用伞的，那种钱买的，我用伞。哎呀，买的，要收落去。200。微笑。不好赚，大哥。不好赚。微笑落去200，啊，够五十百五，你是笑的吧？快打！你卖青椒啊？哇，人诶！已经造谣。伊买也提袂下啦。提袂啊！我上交都无伊。200。100。哈！你老了。光张。老了改。哈！天下。过来。快点冒雨啊！快点冒光过来。天下。嘴巴吃了，大家上场。
看平箱的哦。还没走啊？你吃什么意思？我是白仓的哦。你是小白仓？200块。没有哎。两百。这边台啊。我这边没有看到你的名，没有，没有得到。你签个现在200块。你不然就要看后面有没有留一份。他如果没有，这个就没有的。来两百，过来买不两百。没这个少的卖吧。下面脱掉。100块。应该绑架冠军，你错了哈，知道了哈，你应该叫他来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吃挪威青鱼的，啊，台湾青鱼认定挪威的，咸鱼也台湾的，个人买，我这要对真正的啦，大货的，四叠一百，五叠一百，六老板会红，红到电视台去。大货，100块。他们没有想要红了，那已经有，已经有节目啦。已经有节目来做过了、啊，已经有节目来做过他了、啊。那个台湾第一等都有做一个节目了，都他上过一次节目，上过一次，上过一次新闻了。上电视这件事对他讲已经没有什么了。100块。100块。还有吗？我留到吗？来，我包来，包三包来，四包来，500块，不能减500先卖。黄虎，还有人要吃牛排吗？有啊，那就有了，那个。还有人要牛排吗？黄虎说你没上班对吧？有，还有谁要的来500块？四包。牛排。来500。还有5发，他说要卖到12点，他要这样子卖到12点了。5发，这能包你一个？哎、欸，250，一个。小雨是一箱对不对？拜拜，花枝丸了吗？有没有人要买花枝丸？我叫我干嘛卖？
玉梅，你要来哪咯？哎、欸，玉梅，玉梅，你要来哪咯？玉梅，你要来哪咯？300块，哇嘞！4包300，两萝卜糕，萝卜糕来卖不？玉梅，带不带玉梅？最后一个300块，最后一个4包，港式的哦，这受训的鬼在家哦。玉梅带不带？150，合规人抱过来850，850。你有香鱼一箱哎，牛肉卤200，你还有鲑鱼500。来找钱来，找钱，过来，到不了买了，你该不会买了吧？我不是讲买，买，这么一到的来，新娘秀新娘，1500，过两包肉来，500，新娘秀新娘，2500，好钱来。玉梅，我给你2分钟，回应没有的话，香鱼拿上来了。香鱼拿上来了。博满，2分钟后如果没有回应就拿上来了。那个他到10点他没有拿来拿香鱼，就全部拿上来了。这真鲜哦，生鱼片人出起头哦，好了，我问一下，这三条下来，我少少来一百块。一百块。